北上内地发展多年的陈浩民，继2008年之后，前年再次参与梁家无线剧集，剧集现正热播中。陈浩民日前亦都尽演员职责，翻咗香港出席宣传活动，有不少现场观众都好惊喜，好多人上去影相。事后有现场观众将片段分享到社交平台，但就写话唔敢靠得太近，原因竟然系惊佢用六脉神剑。而有网民见到陈浩民而家嘅状态，就赞佢54岁嚟讲算系保养得好好，只系有啲发福啫。